一旦发现沙眼，看准位置，早已形成的肌肉记忆挥起锄头与沙面成45度的夹角，闪电般出击。呼吸间急分胜负，看那个眼方向挖下去了，动作是快一点啊，你慢一点倒不是跑了。从沙里挖出来的名叫沙虫，沙虫胆小机敏，是钻沙高手，一有动静就能钻到1米多深的沙下。每一次人与沙虫的竞速，锄头翻飞，不但考验眼力，更是对体力的挑战。以此谋生的淘海人，个个都练就了一身眼明手快的功夫。沙虫学名方格星虫，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对海水和滩涂的清洁程度的要求非常高，有海洋环境标注生物之称。以海为生、与海依存的北海人，尽情地享受着大海的馈赠。他们的一日三餐追求简单而纯粹，越新鲜的食材越简单的烹调，尽可能保留食材天然纯正的味道。在北海的餐桌上，北海沙虫最为霸道，或清蒸，或白灼，或刺身。因为北海人鲜的味蕾是用沙虫炼成的，把沙虫洗净后，去掉表皮的水分，放到盘中的粉丝上，再将姜末、蒜末、油盐放在沙虫上，用猛火蒸8分钟，出锅撒上葱花，蒜蓉的香气则让沙虫肉的清甜发挥得更加透彻，入口清脆筋道。好吃，嗯，好吃。北海属亚热带海区，咸水和淡水交汇的水域，水流平缓，生物丰富，最适合沙虫的生长。鲜沙虫不耐储运，要尽快加工成沙虫干。一根竹签将沙虫内外翻转过来，腹内的沙土及内脏清洗干净，开水烫过的沙虫捞出，放在竹筛里，在烈日下晒干。北海滩涂石英沙比例高，沙质洁白，所以北海沙虫干虫体最为洁白，肉厚呈半透明状，近看略带黄色。北海沙虫富含17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及虫草素等，被誉为天然味精。北海人认为沙虫很补，滋阴补肾，清肺补虚，而且吃多少都没问题，老少皆宜。沙虫干无论是做成哪种美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煸炒提香。油少许，先把沙虫干煸炒大约20秒，到变色后加水，倒入切好的冬瓜，待汤慢慢变白，加少许盐，起锅撒入小葱，就是一碗炎炎夏日下饭的沙虫冬瓜汤。红树林是海洋滩涂生态的守护神，白虎头村的人们每年都会到滩涂上补种红树林，保护好红树林就是护住了沙虫生长的家园。他们不想成为最后挖沙虫的人，在潮起潮落间，他们用勤劳耕耘着美好的生活。
冬牛犁田日，柚子采摘时。每年十一月，几经霜打，重庆梁平的柚子进入了最佳的采摘期。这个剪口呢，也不能剪太高，剪太高了以后呢，它会伤到其他的柚子。返乡创业的唐晓东家住核心街道龙滩村，他家的柚子林也开始了第一轮采摘。我们为十五块哟。柚子是中国南方入冬后的时令水果，梁平柚的栽培已有200多年历史。梁平柚高尖平顶，脆嫩多汁，干裂清爽，有天然水果罐头之称。如果您记忆中的柚子爽滑酸甜，梁平柚饱满的果实里却暗藏着不安分的小情绪。剥好的柚子肉入口，几分爽滑与甜蜜过后，舌头略有酥麻，像极了重庆人的口味。这份淡淡的酥麻源自梁平柚富含柚皮带和柠檬苦素，能健胃润肺，清肠利便，被誉为中国药柚。每到收获的季节，唐晓东都会守在柚子筛选的车间。在他眼里，每一个发货出去的柚子都是宣传家乡柚子的一份广告，结交知音的邀请。此时，这棵老柚子树下也成了村里柚子评审团的驻地，每家每户都会把新采摘的柚子送到这里，让经验丰富的老柚农尝一尝。那过去再商量看。啊，柚子除了这个柚子都不错了。过去再商量看。啊，可以可以。好，过去再商量。哪家树的果子好，唐晓东也会要一枝条拿回去嫁接，他希望把家乡最好吃的柚子传承下去。那个是百年老树，那个乌文树，选育出来的最好的柚子树。是的。到时候你拿回去嫁接的时候，必须要技术要过关。中华烹饪食谱中，食材幻化万千，就地取材是地域风味演化的基因。冬日的凉亭，餐桌上自然少不了柚子。柚子叶的妙用确实是农家饮食中的智慧。在鸭子腹中塞入柚叶、青蒜、酸萝卜和柚肉，填满田园风味的鸭子在铁锅里开始了此起彼伏的一场化学反应。柚子叶含的芳香油除去肉腥味，柚子果粒让汤汁有了浓郁的果酸。两小时后，鸭子的肉香、果肉的清香、萝卜的酸香、秘制的味道迎面而来，没了川渝的麻辣，满满山野的清鲜。来来来，先吃，这，那大的给你。给完了就不吃了。不吃的。来，光棍儿，哪个是你的？这个是你的啊？哦，上头有烟，那个是你的，是噻。夜晚，灵巧的柚子灯，柚皮内跳动的烛光，就像课本里的小桔灯，永远是儿时的记忆。柚子与柚子同音，每逢孩子满月或者周岁，挚爱亲朋也会送上一棵柚子树来表达最真挚的祝福。在龙滩村，房前屋后都栽满了柚子树，期盼就像这满树的柚子，子孙满堂，红红火火。云南文山州
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山峰叠峦，以山区半山区为主。彝族小伙朱彦川今年18岁，就读于云南文山燕山民族职高长安汽车班。久未回家的小朱今天班级提早放假了。朱彦川家住燕山江纳镇同卡村，地里的玉米已经干透，趁着天晴，朱彦川的父母赶紧把玉米收回家中。在燕山，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烤酒房，发酵好的玉米倒入酒甑子，上面盖上天锅，锅里加上冷水，灶台里猛火加温，一个小时后，一滴滴流出来的就是包谷酒。文山有用包谷酒糟喂牛的传统，玉米酒糟蛋白质含量能达到26%以上，牛吃后增肌壮体，肌肉纤维可变得细腻。牛自古以来就是乡村家庭重要的伙伴，燕山每家每户都有养殖一两头牛的风俗，是家庭农作的主要畜力，称作文山牛。文山牛与背脊间高高隆起的尖峰著名，毛色多为黄红，头短额宽豹尾，体格健壮，力大威猛，是具有300年饲养历史的山地黄牛。放假回家的朱彦川也不能闲着，一早就牵着自家的牛帮着家里到村外放牛。要使牛长膘，多食露水草，牛养的好坏还是靠青饲。放牛走走停停看似清闲，但是哪里草多牛爱吃，这是一个要用心的活计。文山低纬度高海拔的山地气候，一年四季牧草丰富，放养6-7年的文山牛肉质最为上乘，因青饲为主，肌红蛋白含量高，牛肉色泽光亮，呈深红色，肉质细嫩，香味纯正。而用文山牛饲养而成的雪花牛肉更是大理石花纹分布均匀明显，口感细腻，鲜嫩多汁，清香回甘。牛干巴是云南独特的美食，全曲肥壮的牛肉用盐仔细揉搓，其中20%盐渗入肉中，盐巴决定了牛干巴味道，多了太咸，少了牛肉的酸味去不掉。这种不盐中的拿捏就靠经验与感觉。将用盐腌制的牛肉放入陶罐中，一个月后开坛晾晒，交给流动的空气去演绎美食的蜕变。进入冬季，牛干巴切片炭火烤制，取暖下饭，有滋有味。放牛途中，一把木灰里的花生，一块火边的糯米粑粑，暖暖的篝火，都是浓浓的乡情。在这里，每家每户都好像是亲套着亲的亲戚。哎，出去地方演。哎，下午休息点了。那么头发不大，做着不那么化妆。哎，剪嘛，头发。假期马上结束了，朱彦川就要到重庆实习。
表现的好坏决定能不能留下来就业。对即将开始的行程，朱彦川心里充满忐忑。儿子能去大城市工作，对于乡村家庭里也是一件大事。父亲特意割了几斤牛肉给儿子践行。燕山人对于食材有独特的理解，荤素都喜欢带着热气的新鲜。将牛肉放入冷水中，放入自家地里的葱、姜、蒜。牛肉煮至八分熟，母亲将本地的燕山小椒放入炭火中，微微烤焦后，用手搓成辣椒面。清汤牛肉出锅，切片，散发出浓浓的奶香。辣椒面加入食盐、生抽，最后加入薄荷叶，倒入滚开的牛肉汤。这就是燕山人每顿饭都离不开的蘸水，也是燕山农家味道的源泉。白水牛肉灵魂蘸水，小椒的椒辣，薄荷的清凉，牛肉细嫩丝滑，唇齿间味觉触觉融合在一起，这是彝族最隆重的大餐。加个大块的这串好好干。第二天，朱彦川回到学校，他们在做出发前最后的准备。对于朱彦川，年轻人走出大山，对未来充满期望。锡林郭勒有着中国保留最完整的原生态草原，它的另一面是日益崛起的现代工厂，架起了内蒙古名片级食材苏尼特羊的职工桥梁。从八月末的出栏期开始，一场唇齿间的协奏曲便会在流水线上奏响。他的观众是来自羊肉年消费量超过500万吨的庞大市场，而每年100万只的出栏量仅占全国羊出栏量的1/1000，是名副其实的稀缺食材。苏尼特的牧羊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之久。这里是阴山山地向蒙古高原的生态过渡地带，超过200种野生植物支撑了羊群的繁衍生息，也为种群的优选提供了条件。苏尼特羊因其脸部呈黑白分色，又被当地称为熊猫羊，得益于优质牧草的长期哺育，营养价值堪比人参。我们的祖先聆听草原的脉搏，为后世之人留下了味觉之响。今天的我们接过衣钵，也必然将这份味蕾的遗产延续。这种植物名为阿氏玄花，它所生长的数量是判断天然草场是否退化的标准。来自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的调研小组正在对苏尼特草原的环境状况进行试验评估。剩下就是狭叶锦鸡了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狭叶锦鸡。高度12，沙葱高度8，阿氏玄花高度3。这片草地的阿氏玄花相对来说，是比较适中的，说明咱们这个
放牧强度，也是一个适宜的放牧强度。通过每片牧区的样方踏查，以实现对植被资源的监测，保证牧草多样性，既是保证食材品质的关键，更是维系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只有用一整头羊，才能表达蒙古族人对远方来客的热情。在调研小组未到访之前，大家就已经忙碌了起来。活羊宰杀后的4小时内，羊肉必须被细致分割，并静置在适宜环境中冷却排酸。在温度、湿度与风速的三重作用下，肉中的乳酸成分快速分解，取而代之的是鲜味物质的提升，羊肉的口感将得到质的飞跃。当草原上的灶火燃起，第一缕炊烟必为手把肉而生。经过8个小时的排酸，羊肉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静等口腹的邂逅。除了食盐，苏尼特羊肉不适合与任何调料搭配，所含丰富的天然谷氨酸超越了任何鲜味剂，只需清水煮开，味道已是登峰造极。等待起锅时，人们也并不闲着，烤几片羊肝来填补空闲的烹饪时光。生肝预热后，包上一整层羊网油，细腻的油脂在烟火的催化中不断释放着诱人的美，这是肥与瘦之间的完美融合。厚切的羊肝要采用先烤后煎的方式，才会最终达成外酥里嫩的高峰体验。从下刀的一刻开始，口腔中的每个毛细血管就已被激活，吃上一口足以抚慰一天的劳顿。然而坐享成果不足以收获美食全部的欢愉，亲自动手才算过瘾。团队中的女主角们也加入到烹饪的队列中。蒙古包子是当地宴席上不可缺少的主食，肉馅中的沙葱是定位增鲜的关键，肥嫩的羊尾是丰厚汁水的来源。包包子的面也有讲究，不采用发酵面做皮，而是小麦烫面。包好后上屉蒸制20分钟即可出锅。彼此因共同的情怀相遇此刻，无论来自城市还是牧区，亲近草原的人们都将俗世的生活转化为纯粹的觉悟。在看似粗犷的饭菜中没有伪装，饱含着的是满满的诗意。他都不吃晚饭10年了，挺好吃的几个包子。如今人们正在努力适应环境的变迁，利用更加科学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对大自然的索取。而时代无论如何变化，回归本真的追求始终驱使着人们前进。犹如大卫质简的烹饪之道，让我们的后辈在下一个生命的旅程中依然能够感动于这份真实的本色。